接下来这位啊，这位真的是我们就是国民党，也就是说正义之声的战将毛嘉庆。大家好，大家好，各位乡亲士大，大家好。我讲乡亲士大，不是好笑，不是黑白讲的。我家己就家己出世的。我是伫迄个北门车头遐。阮家以前住遐。阮母啊，我外公外婆，我的母亲的娘家啦，伫德家。我阿里山遐，本基湖遐。大概在，真正正港的啦。真的吗？即摆阮阿姑甲阮表兄搁伫遐种地米啊。正港的。正港的。正港的。正港家己人。你外省那边，外省那边，恁那会遮在地哈？对者，毋是外省的。我外省三代，恁可能六代、七代嘛，对无？对。若要讲外省的，迄个讲袂完啦。对啊。正港的。忘掉。安尼讲正确的吼，只有原住民嘛，对不对？才叫真正的台湾人嘛，吼。其他我们要计较这些，都是被政客给我们在用假的意识形态制造对立嘛。没错，他制造人民的对立，他去获利嘛，啊，骗完选票骗钞票嘛。对，讲到今麦来，你看，嘉义，我看你们都这些都是。各路都是英雄好汉哦，在眉山这边可能都算是卧虎藏龙啊！我跟你讲啊，都算是比较造反派的呢哈。啊，不然明文规定的状况下，你们敢来中天？对，对，对不对？这些各位大哥大姐看起来就都是打破明文规定才会来这里的。对啊。要不然看到彭华干，你看彭华干额头上面写两个字，你们没看到？小小的，我站得比较近，看得清楚。不是造反派啊！这就是打破明文规定的人呐。对啊。我就不晓得嘞，好像我们都是鱼肉嘞哈。他们鱼肉乡民就是在鱼肉我们啊。我看了都觉得，足奇怪呢。迄陈明文吼，以早我会记哩，我细汉的时阵吼，就听讲陈明文要选县议员啦，迄当阵要选县议员，选去争取啥？国民党提名啦，国民党提名，伊可能就排无名哩，就去找啥？找啥？找黄复兴啦。所以恁知无？陈明文选县议员。是国民党的黄复兴甲提名的啦，安尼，安那，这个人就安尼啊，贾阿明，高阿明，佮干贾阿明，吼，阿明真啊足冤枉的，我讲，代志发生到即马来啊，权力还可以世袭哦，对啊，权力可以世袭呢，吼，我都不晓得呢，他们这种。假当假替耶，然后所有东西、所有的预算，嘉义县政府怎么被他们掏空？还可以怎么样被五鬼搬运？现在爸爸吃不够，换儿子再来吃。我们真的是欠他们很多呢，哈。对啊，我们应该还他们的，是不是？是不是这样？我就不太晓得呢，到底哪里欠他都不知道。我如果讲错，你们要纠正我呢，哈。我听说水上有一块地，水上啊，本来是水土保育地，水土保育地哦，还不是一般农地哦。听说前一阵子被变更了，变更为殡葬用地啊。你们知不知道我在说什么？知道，知道哈，有人知道哈，老板是谁？听说是他两个儿子共同占有股份哦，然后被抓包之后说没有，我们现在在转公司，在转经营啊。陈明文就这么厉害呢？其中那个儿子，小儿子不是要选立委吗？冠廷，保育用地对，可以改殡葬用地，然后就他们家可以用。这个到底是怎么回事？这没有明文规定，怎么做得到呢？大家都傻了吗？对，都不知道有这个事情吗？对，嘉义县有这个工业区、那个工业区的，然后中央就给你立一条说，嘉义要盖冷链，冷链服务，
什么东西都可以做冷冻、做运输、做什么的。对。啊，结果又有一家冷链工厂出来。嗯。哦，几十亿的资本哦，几十亿的资本哦。啊，结果没有盖在工业区，又盖在另外一块农地，又给它变成工商发展区。哇，这台积啊，那个老板是谁？哎，这次不是他儿子，你猜错了，是他老婆。哦，可以这样搞哦。啊，冷链，我告诉你们，你们都不知道冷链要做什么。要做什么？哦，很好玩哦。光电你们就熟了吧？对，光电我们知道。我们嘉义一大堆山野 BOT、海野 BOT 铺光电板的嘛。对，对不对？有一些我们的朋友亲戚年纪比较大了，小孩不回来务农了，我的农地放在那边要怎么办？对啊，租人家。嗯，租不到多少钱。对。啊，我们种稻啊，今年说嘉南平原只要是增温水库、增温水口灌溉区了哈，今年。第一期甲第二期，唔用停耕吗？休耕吗？嗯，是安怎？讲水无够用，嗯，即马甜的呢。啊，是安那？伊个又比起来，讲不爱互咱用，因为工业区要用，哦，商人要用，所以农人不要种田。你排最后，好、哦。啊，我们不是以农立国吗？对。啊，我们不是嘉南平原是台湾的谷仓吗？对。郑成功哈、哦，嗯，郑成功。到台湾四百年来哦，第一拜，讲嘉南平原一期、二期稻作全年休耕，真的啊、哦，增温水库灌溉区域一期、二期就是全年了，嗯哼，全年不准种稻，那是很严重的事情呢。啊，你还骗我说我们要战备，战备不用储粮，哎、欸。这是不是自己骗人，然后自己拆穿嘛？对，什么哥讲这个就很清楚了。什么都到时候进口再来讲啦，对不对？又编特别预算啦，这政府就是这样胡搞，骗人不用打草稿，完全不用打草稿，然后被抓包，自己还唾面自干。对，唾面自干，大概怎样什么意思啦？哈，对啊，配水暖，来给配水暖，哇哇嘞啊，哇哇，讲讲，哦，这个很营养，可以当面膜啊。哎，对，啊，都这么无耻的一个状况，嗯，我这属实都拢安尼啊。啊，然后恶性循环，整个恶性循环就变成说，我们的农地不能农用，嗯哼，农地不能农用要怎么办呢？要怎么办？来，光电厂商就来找你了。嗯，哦，要有诶，什么青色的遐议员、议员、肉员呢？哦，什么乡长的、县长、立委的条啊卡，唔着来领导啊？阿伯、阿姆，啊，你块田你放伫遐要创啥？嗯，啊。最后人去种，一冬领偌济，七万块、八万块。嗯、欸，无啦，我来讲啦，也无租迄，我帮你介绍啦。安怎？吼、哦，租好迄个铺光电板的啊。哎、欸，哦，即卖在谈哦。有影？哎、欸，这有较谈哦，十万块卖无？哈？哎、欸，一年十万块。我给你介绍啦，嘿啦。安尼哦。不好讲的，给你啦。哦。啊，有的人唔得安尼说出去啊。对、哦。啊，整个恶性循环哦。没错。民进党跟你说的。他们要帮助青年回乡务农了哈，嗯，现在变成那个务哈是耽误的务了，务了，哦，真的在务农了，务农摧毁我们国家所有的根本了，嗯，哦，什么叫以农为本？光电以农地为本啊，对，哦，所有的农地都被摧毁了啦，嗯，渔温也被摧毁了啦，没错，你把那个太阳能板往上面一铺，我告诉你。哦、我等一下再绕回来跟你讲冷链厂要干嘛用，你就会恍然大悟，这是一套的，一套，这是一套的。我全台湾我第一次在这边讲这个事情、欸，我明天去柯文哲新竹厂，我还会再讲一次、哦哦。然后我明天下午在 TVBS， 我还会再讲一次、嗯。但是我第一次讲这一整套是在我自己的家乡嘉义跟大家分享。来，帕宝姐，哎、来。我跟大家报告哈，太阳能板铺上去以后哈，嗯，它半年要定期清洗一次，对不对？对，清洗要用化学药剂撒上去，它那个喷的哦，因为很大片嘛，它要用车子用水泵浦高压唰给你抓出去哈，啊那个化学泡沫在太阳能板上面唰，然后再用水冲一次唰冲掉，所以上面的化学药剂呢？全部流到余温，全部流到农地。我刚刚就在想这个啊。啊，对对对对。那它流去哪里呢？啊、对对对。下面就是余温啊。余温跟农地啊。是啊。所以你告诉我，
这样子周而复始二十年，二十年，那个余温，不要说二十年了，第二年以后那边养得出鱼吗？养不出来了。啊，那个农地种不出来了。二十年以后你去给我验，它能够种东西吗？完全不能。种了谁敢吃？陈明文要吃吗？所以这叫务农啊，耽误的务啊，啊、哦，来，我再告诉你，冷链现在出现了。是。陈明文的太太，在嘉义盖的最大冷链系统，全南台湾最大的冷链工厂，真的，全台湾最大的南台湾最大的冷链工厂在他们家。我等一下再告诉你。然后重点来了，好、哦，重点来了，他要冰什么？要冰什么？对啊，我也是，哎，从头开始就没有想通。冷链工厂是在嘉义的，对啊，他这个到底要冰什么东西啊？咱就这物件青椒都无搞，佮拍干了无？对啊。你要冰啥？你要冰什么？对啊。嘉义整个云嘉南、嘉南平原的产出来的农产品是，大家都知道嘛，当天不是批发掉、分掉，就是往台北运了嘛。往台北送。台北农产公司都是嘛。对。啊，怎么你要冰什么呢？对啊。哦。号称啦，是要冰鱼啦，鱼货啦，鱼，哎、欸，鱼货，为什么？我刚才跟你们讲啦，鱼温要铺太阳能光电板啦、啊、然后呢？啊，然后下面就养不到鱼啦。对啊，所以他还说他要冰鱼。对啊，所以已经有检察官，因为我自己在台北有主持广播节目，有其他的节目嘛，哈。对。啊，我们自己跑新闻出身，已经有检察官告诉我。对。他们已经发现北部有冷链工厂在卖假的鱼单，假的鱼单就是假装你的鱼冰我这里，我开单子给你，两个好处，你的鱼温租给人家了，好、哦、啊，你要证明，你还可以养鱼，政府会给你补助，第一你先拿政府补助，好、哦、啊，第二，我明明你没有鱼给我，对，啊，我开鱼单给你的话，对，你要贴我多少？哦，你都拿补助了，不用贴我吗？对啊，这个生意就有循环了。哎，北部已经有人在做了，已经有检察官在盯了。嗯哼，啊，南部你告诉我，在明文规定的状况下，这种状况不会发生？一定会发生。他突然良心发现了，以前污的，今天开始不污了，你相信？我不相信。你相信的话，留电话给我，我以后留住址给我，我跟你当笔友。哎，我们天天写信，好不好？不要闹了，不要闹了。我讲的这些东西都是已经生活上时时刻刻发生在你的身边了，你知道吗？嗯哼。啊，我们现在脑袋还都被这政客涂得蓝蓝的、绿绿的、笨笨的。对。天天他这个用假的意识形态框住你，那个用另外一套意识形态框住你。嗯哼。然后把你弄得笨笨的。对。人民之间有对立，他趁机去捞，他去获利。这个生活我们过了几十年了啦。没错。现场有一些大哥大姐，年纪都可能跟我爸妈差不多大了。有的还跟我差不多大。我们这几十年来没有被少骗过了，对。但是今年选举，为什么每个人都跟你说今年不一样？第一，我们不再是一个有钱的国家了。第二，我们台湾已经中华民国台澎金马生不如死，出生率比不上死亡率第三年了。对，第三年了。哦，对，第三。我们从今年六月一号开始。出口到东南亚，东南亚又想到陈明文了。陈明文说什么掉300万，是因为他儿子要去苏比克湾开泡沫珍珠奶茶，珍珠奶茶，对。啊，南向政策好像他们都很懂，也赚了不少。对对对对对对。南向政策多少虚设的公司在那边假装开一个纸上公司回我们这边贷款，几年过去了，5000亿、6000亿丢水里，你根本一点感觉都没有，完全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你一点感觉都没有。对，五六千亿而已啦。你在乎吗？而已啦，而已啦，因为这对他们整个举债五六兆来讲，1/10嘛。对，啊，你又感觉不出来，小钱。啊，你喜欢老人年金，我给你一点啦，嘴巴闭着不要讲话啊，闭嘴。你都有老人年金拿了，你还在那边在乎五六千亿干什么？对啊。
我们的脑袋到底在想什么事情？为什么政客可以这样操纵我们、骗我们？我们怎么可以继续笨下去？哦，这就是我们最不了解的。我们要加油了，对，清醒过来了。嗯，明天、后天，不管我们希望的结果是什么了，哈、哦，嗯，台湾一定要往前走，是，好不好？好，我们做自己的主人。谢谢，谢谢嘉庆，小毛哥。哎，小毛哥真的是，我跟你讲，我心里打心里佩服他，他是真的一个非常勇敢的人。